一号三十一号，完了不可能，去去，没到那时候，不是夏天，不是夏天了，你就扯淡。走啊，先说你没少整货呀，啊，没少整货呀，拉去了，你看这都拉的，还没有，掏上了这小调料啊，爆场了，爆场了，坤哥货在这边呢。你货就往这里怼，我也不拿太多了，你就咱不，你就往里怼，你能装下我的架子，四个架子，走。啊？我住一号，最少得15到20，我都问了，也就是咱也就十一号，一人十一个号啊？那不12号那12号连睡就得40-50，走。看。他是啥？昨天整的啥玩意儿又？哎，老硬了这货。啊？看啥玩意儿？哎呦，这啥料？炖肉料。这整那个货。射桥啊？射桥。550米后。今天早啊，没到6点呢。受高价，肌肉男之路。啊？披星戴月。哥。脚踏星星。4米半也行，多少钱？到那儿，多少钱呢？那得30吧。30块钱也没多要你啊，那你一号10块钱。到这啥了？20块钱嘛，一都大冷天不容易的。那不可能的，20块钱那。20块钱你别给他了，20块钱我。行，来10只吧，来吧，10只吧，咋的？10只吧，我俩就在这儿了。卖啥呀？啊？跟你这不冲突。卖饼。我把车停上门是不行？车停上门。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找你的，整你的呗，我摆摆都行。这大招又摆摆都行了。你在这儿不行，你在他这儿呢，那块呢？我不精神病吗？他。对，跟他一样的都。你看咱俩呀？啊。这块吗？啊，这块正好吗？这不挺好吗？就正好我在挨着。管理员，咱俩一人给他10块钱呗，一人25块钱。韩总交40，他摊儿大呀。这卖啥的？山药土啊，调料，十三香。对呀。哎呀，韩总，我旁边卖调料的，卖调料集合了。还一份啊，还一份。他那是酱油醋，十三香。今天放大招吧，今天我发大招啊，放大招呗。我经常卖我的，发大招啊。他没有咱这铝活，咱是属于专业，咱这只在招人，专业成就未来。对，旁边大哥卖啥的？卖肉的啊，净牌呀，净牌。我倒想我整个狼卖，他也不买。是不是？整个狼卖，这卖多少钱一大哥？这个，嗯，卖多少钱？14。净牌14啊，太净。哎呀，便宜，那肯定便宜。便宜，肉还多钱呢。吃春饼，吃春饼啊！建成厂大早市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哥仨组团来的。坤哥的手套，咱的春饼，韩总的调料，这边又来个卖调料的。这玩意老沉了，这玩意一般车装不了，这大车。你拉倒吧，我运包天天吃。是吗？又不认识我，那卖调料奶奶，什么没发，没不认识我。你这个老太能放货，比你那还便宜。大哥也放货。他放货呀、啊？我说你放货。大哥大手儿，这是江淮吧？江淮，这车大呀，这车，啊，你看人这车后面多大呀，多宽敞，啥都有啊。
拉倒吧，真的。我就搁大肘子。你别动我了，别拉大肘子。还方便。村民，村民，村民了，来，钱给坤哥。啥呀？拿着吧，等会儿再说。村民，20-10块，20-10块，龙家村民，点菜吃，点肉吃就吃，香香就完事了。现在出装太多了，原来那啥就我那边你不用自己烙了，你自己做你还得和面。多费劲呐！这10块钱整20斤，回家蒸点菜，蒸点酒一吃，真香啊！20斤10块钱了，来，来大哥，你看，我大厨不开张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不许走。20斤10块钱，抓紧时间挑，吃春饼，香香的来，春饼春饼春饼的来。怎么样了吗？找了吗？着急，口饭不怕晚。村民大爷，卷啥啥味儿，啥都能卷。好嘞，一袋6块，两袋今天给10块，你看行不行？2斤10块钱。村民，马上立春了。马上立春，立冬完事儿之后就立春吗？吃春饼啊。2袋10块钱，回家炒个土豆丝儿，把饼稍微一热，对不对？一卷，那真香啊！7:10呢，终于是开张了，一箭双雕，卖了20块钱。大叔啊，吃春饼，卷啥啥味儿，啥都能卷的来。走了，大哥，我这第一次来这市场，多少钱，大哥？啊，我讲了，30号30，20块钱得了，大哥，照顾照顾，下不来了。1号10块钱，1号10块钱，我俩给30呗。来，30块。大脸过来。我这在什么？啊，你卖货直播的。卖货直播。这地方下次打死都不来。我们仨加一起，好都没卖上200块钱。我们仨交多少钱？交60，交100块钱摊位费，3人加一起没卖上200块钱，这不扯呢吗？啊！我们仨交100块钱摊位费，我们仨加一起能卖200来块钱。交100块钱摊位费，我们仨卖那200来块钱加一起，集体翻车。卖大鹅的啊，1,820，2,850，扣2天不来了。我这下次我打死我都不来了，来这一趟就够够的了。他那啥也有。你卖多少钱呢？谁呀？你呀？200左右。我卖200左右，坤哥卖100，正好100。坤哥正好卖100。坤哥卖100，比我卖200还过弯呢。我没这地方没事，下次打死都不来。这就收摊的时候卖一阵儿，对，要不然咱仨加一起200块钱没卖上，要不然就收摊卖一阵。有个那个，有那不算在这卖的，人家看直播的。对，他这块这地方人咋的？这跟去年哪差这新鲜啊？跟去年。这精神面貌都不一样。这叫二链的精神面貌。哎，这地方可有钱。啊？这干人有钱，这建什么厂？有钱。那当然了，这个都工人，这地方边上不建成厂吗？有钱他不花啥用啊？这不买货，这地方不是说不买货，而是都不缺，这东西这早市太大，你知道啥？上面天天有卖这个卖货的，啥都不缺，你这早市看不着。真不买呀、啊？真不买，集体翻车，咱仨好像是，我赔了，我也赔了，我没赔。我看啊，我们44几秒一袋1块2毛钱，你知道吗？44，挣几块钱？还油钱了，赔了。那赔了。坤哥挣20，坤哥挣20块钱。坤哥挣20。挣二十，要是开车来也赔。开车来也赔。开车来。走啊！你让我20，他走啊！这逼样子，你看他不走，他在哪里？前面是鸡蛋。鸡蛋慌过不去。这说，哎呀，这干啥去了？口罩的。谁那是？还要走啊？咱能过去，咱能过去。看那是鸡蛋慌。走，没事。没事，抽点鸡蛋慌。3米的。
知道我行了，没事，前面没事。前面行行，四五号，他懂事的，懂事。好了呀，走，快跑，快加油，右转。啥时候堆个直接给堆上了？那能堆？开玩笑！哪有这样的键盘？这样键是不要钱。250米处有园区违章拍照，请注意礼让行人。即将开启北斗高级车辆之夜。到家了，朋友们啊！今天我们哥仨集体翻车。韩老板卖200块钱，我卖200多块钱，坤哥卖100块钱，掉了100块钱摊位。媳妇做的水煮肉片，哎，这点吃点，这个太得劲了。也是这个时候也去过一趟这个市场，卖的还挺好的，我记得还抢一阵呢。今天完了，不好使。袜子，坤哥卖的手套和袜子。一双两双买，还讲价，哎，这人大哥卖全账卖还行，卖400块钱，韩总今天这调料，调不进来人心货也白扯，那么什么十三香啥玩意都没咋卖。竞争太大了，一个市场4-5份卖点儿了，都给他包围了。啊，咱的春饼没有竞争，也不卖。哎呀，还是这玩意下饭呢。直直播手机都没电了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晚上见，晚上直播卖货。